有人说奇不奇怪吗？心心念念想的东西就是得不到，但是呢，是人家随便就可以抛就不要的。等一下，有点卡。还没这么惨，我知道呀，但是这不是，哎，这不是说了要有，你知道王菲哥要，我们都在帮他的嘛，但是，天呐，我刚才想。哎，宝，咋啦？你回去啦？哎，啊，你回去啦？哎，就我回去了，你去啊，回去宝，你，我刚刚刚刚看到你，你在说你要。来阿梅，阿梅直播间哦，不是你要来阿梅结婚这件事吧？不来呀，我来干什么？啊？阿梅又不喜欢我，我来干什么？我不来呀。阿梅喜欢呀，阿梅，阿梅怎么不喜欢你啊？那你你我刚刚听到你那个迷奸，你就要来了是吧？不来，我肯定不来呀！我来的话，他们都不喜，他们一家人都不太喜欢我。我来干什么？我肯定不来呀！你看怎么嘛，家人们都知道，你不喜听欢你错啊？了，怎么？绝对，我肯定不去啊！阿梅她结婚阿梅她要结婚咱们是去是那个去你要去吗？去人家没就叫人你家了嘛，对吗？吧？啊？人家没叫你了吗？啊，我的话，那还用叫吗？我的话要我叫的话，就是叫那些不知道的人才叫的嘛，对吧？我的话还用叫吗？我的话，对吧？啊，宝，你那个你明后天来嘛？我不来，你那我不个来，阿美她家人六们号都的叫时我候不结婚。去，我就不去了，是吧，家人们？你们是不是都叫我不去？那个阿梅她那个6号的时候，她那个就结婚了，对吧？六号的时候哇，你结又婚能那饱个，餐一顿了，你开心惨了。我其实我刚刚挺开心的，因为那个你能过来了嘛，对吧？我不过来，我跟你说了，我不过来，我过来干什么？你过来的话，我来那个，我来那个城里面来接你。我在那个城里面来接你嘛，接你。然后我们一起去阿谢梅谢他们你啊，我他们谢谢你啊，家不里是面我，我这我去这啊。我不去，我来你们那儿干什么？我在家里面好好的，我去你们那儿干嘛？那你要去那个王菲她。他都说是要去那个阿美家，说要5号的时候说要去阿美家，因为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你？我肯定知道啊，那个五号的时候就是那5号的就是亲戚那些全部都在阿美家阿美家都准备好住了。昨天啊，昨天啊，买了两个那个，买了两头猪啊，放在家里面了。买了几头猪，你都打听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家那么近了，对吗？那么近了，我肯定知道呀。所以那个5号那天就是在阿美家。
结婚嘛，然后6号的话，阿美就去她的，就去拉土子家去了。哦，他们是结婚的话有2天，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啊，那个5号的那一天的话，就是大拉婚土子吗？家他们来阿美家嘛，来我们阿美家，然后就是6号的时候，我都要跟阿美我都要陪阿美，我们两个我都要陪阿美去那个去我都要陪阿美，然后送阿美去那个拉土子家去了。因为6号的话就是去那个阿美的未婚夫家去结了的嘛。6号的话就五号的话，宝，那个5号的话还挺好玩的啊。你什么时候王飞哥给你说的吗？你怎么知道王飞哥5号要去找阿美的？然后这你不用管嘛，那个肯定是我，基本上我都知道的，基本上我都是那个5号的时候，宝你很好玩的，宝那个五号的时候，5号的时候就是拉土子家那个就是。拉土子家他们来阿美家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给他们还有一个泼水节的，要给他们泼水的，泼水谁泼的多就谁就代表着好运有幸福什么的。宝，声音怎么听不到呢？是不是卡了吗？叫我想想。哦，听得到了。刚刚宝，刚刚你我看到你的嘴巴，我看到你漂亮的嘴巴在动，但是我没有听到声音。然后就是阿梅那脸上，她怎么回事啊？我那天看到她。你知不知道啊？阿梅那脸上怎么回事啊？阿梅确实是一言难尽呐，阿梅，确实是，阿梅她那个，我总感家人们问他，他也说不清楚。他每次都在那打马虎眼，也说不清楚。没有那个阿梅。阿梅，其实是因为什么？大是因为那家个车吗？啊，因为那个王飞哥送的那个车吗？其实不单单那个车的话，属于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最主要是他们家，最主要什么？喂？其实很多很多原因啊，宝，喂，宝，是我很想想，多原因呢，我说叫我想想，你听不懂。啊，哦，小宝啊，那个真的那个真的那个5号那天那个泼水节很好玩的吧？那个泼水节我不来，你管我你。来不来？就算我来了，关你什么事儿？你吃你的猪肉就行了，你别管我。我来接你嘛，我来接你，我就你接我。直接带你去，见了对吧？我直接咱们两个一起去嘛，我就在那个这里面来等来接你嘛，我就有是车，不用你接。啊，不用你接。那我在那个镇那里等你，我坐你的车嘛。你管我我没，干什么？因为我我要送来你去的话，我也带个保镖来。然后保你带个保镖干什么嘛？你带个保镖来揍你噻！我这个在我我我在我我我我们这个村，你还要带什么保镖啊？
带来做你的，怎么了吗？在我们这个村，我就是你的保镖啊！我在我们村这啊，谁敢惹你嘛？谁敢欺负你嘛？在我们这个村，阿美那边他是已经真的确定了吗？确定了，阿梅他自己同意了，然后他自己同意了。既然他其实他自己也同意了，不是他自己也同意了的话，那个昨天什么都准备好了，那个柴很多，然后那些好多很多，我们这个全村都已经，全村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那了，如果到时好的。候王飞哥来的话，应该没什么吧？如果他要去的话，他要去的话，他也只能，他也什么也做不了了呀，肯定是那个王菲啊，那都已经，那他来了，他也什么也做不了了呀，对吧？这只能祝福了。现在的话，我们都那个只能祝福阿梅嘛，对吧？祝福阿梅，希望阿梅好好的嘛，能知对道吧？吗？你有没有看公屏啊？你认识字不？啊？你看得到公屏不？公平啊，公平就是问你阿顺梅德，她怎么受伤了？只我能们都入想住，问一下你。只能入住洞房了。你有毛病啊你！我是说她怎么受伤了？阿梅是吧？阿梅她那个，正能量，她朋友们，正什能量，么？正能量。正能量是吧？阿梅，阿梅不止这一点啊，我说受伤，谁？你知不知？你知不知道是谁？我知道啊，我知道他不只是这一点受伤了，他其实他。其实基本上这段时间，阿美是那个最苦的一段时间了，真的，这段时间，在哪儿？在哪儿？那个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我都对我自己以前伤害阿美的那是什么的，很后悔，我就是没找个合适的机会，我都想跟阿梅对她道歉一下，好好的给，只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我想那个结婚的时候，5号她结婚的时候，咱们两个一起去，然后我就那个时候也好好跟她说，以前真的有一点对不起啊阿梅了，真的以前。没脸上伤到底怎么回事啊？他那个脸上伤，那个那对那个家里面那个人那个搞的呀，对，敢说？那个拉土著，那个那个。拉土子他他们家也那个结婚那个什么也那个全都说是全都听好了。现在的话，这些脸上也只能没有办法了嘛，对吧，家人们，你们听他说话累不累？宝对吧？娶不爱小小。你说是？娶个爱有小小，对我，对我，我这一生我只爱小小一个人。我有问你这个吗？啊？我有问你这个吗？你看一下公屏，他们在问什么？人家问你他脸上伤怎么回事呢？你跟我说拉腿了，他们家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妈。累，呃，累，累，
累死，什么累死、哦。我以为他说什么，家人们，累死。哎呀，算了，问你也没什么用。明天啊就来嘛，明天就来，然后我。有一个是哥要去的话，我去干什么呀？我就不去了噻。你是你啊，王菲嘛，是不是啊？你再怎么样，也要再怎么样，你刚刚直播的时候，我听到你说了，你说再怎么样，阿米也是你的好朋友，那你的好朋友，你好朋友结婚，你。不去祝福一下那你对不对？对不对？我真不去啊，我还以为你要说点什么重要的。啊去肯定要去一下嘛宝。你的事情你什么？感谢宝的么么哒啊。二个去。你来的话就我带你们我然后我带你去一个一个的就是阿美这边的有很多很多你没有见过的，因为我们和你们汉族女结婚的话是那个有很多地方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结婚有很多你肯定很喜欢看的，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一些习俗的，你肯定是你肯定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你管我见没见过？真的把那个真的是很好玩的，那个姐那个结婚的时候啊。我挂了。那你拜拜。明天我等你，我在这里面啊。我随便你在哪儿等，反正我又不来。你来我来接你嘛，你那个先等一下嘛，等一下。哇，等两下不嘛，等一下。烦死了，还说能问点有用的呢，没有一句是有用的。阿美在直播间怎么应该不会吧？家人们，6万点赞了，我们一起把赞赞点一下。听他说话费劲儿，我更费劲儿，主要是我还要从中听了过后，我还要，唉。太累了，问他点问题太累了。没有哪一次问他问题，他是能马上好好回答我的。你要去猜，你要从他话语里面，如果说真的要就是从他口里面套出一点什么话的话，就要靠猜，就是去。一直跟他啰嗦，烦死了！谢谢刚才167送来的亲吻啊，谢谢。娶不想娶我？他配吗？他不配。连陆生哥。白尔龙门阵我们再连嘛，等会儿连一下。主要我刚刚看的话，我没看到陆生哥连我，陆生哥没有在直播间吧？陆生哥他没有连我，他应该没有在直播间。等会儿嘛，家人们，把赞赞点到10万啊，家人们，把赞赞点到10万。不是，我主要是其实因为我他。
他最近回去了嘛，我想着他能够知道点什么，所以我刚才去看连麦的时候，他是在前面的，就是因为他那个抢先连麦了，你知道吧，他还花了钱的，家人们，所以我一下子看到了，我就想说连一下嘛，他反正也回家了，我就想说问一下他知不知道什么新的情况那些。他走没啊？他走没啊？我看看他走没。点点赞啊，家人们，点点赞。走了走了。明天去啊，我明天去，但是我去的话也不会让不让他知道。我看五号、三号，明后天吧，明后天去。曲布跟那个是一伙的，所以不敢说。反正要么他不知道，他就算他知道，我感觉他也是不太想说的样子。谢谢送来的灯牌啊，谢谢家人们。安杰也要去，杰哥要去吗？点赞啊，点赞，家人们，把赞赞点到十万，我们连家人们好不好？把赞赞点到十万，我们连家人们好不好？可以播，可以播。他知道，他不想说，习惯就好了，习惯就好了。我是已经习惯了的。把赞赞点一下啊，点到十万，我们连麦一下，连麦一下粉丝，连麦一下家人们。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这怎么受伤的，他应该自己也没说过，家人们应该都是猜的，他也没说过是怎么，刚才喝着，好不容易。连阿美不在的吗？阿美不在我直播间，家人们。